怀孕4个半月的孕妇有多馋？喂，那某人干啥呢？我饿了，我找点吃的。刚吃完饭没多久啊，你这哪是饿了？你这明明就是馋了。哪是我馋了呀？啊，明明看你娃馋了啊。啊，对，我娃馋。那么请问，我娃想吃啥？你想吃啥啊？你娃说了，他想吃烤肉，各种肉。我娃嘴还真馋哈。而且啊，今天变天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你娃说了，还想吃火锅是吧？哎呀，我娃是真难伺候啊。行，给我娃安排。自从小郭怀孕，我都属于赶鸭子上架了。上一次产检呢 ，B 超单子上显示我们小小郭的腿有一点点偏短，然后医生给的建议就是多吃多补充蛋白质。所以呢，今天由老郭子出马，我们小郭还有我的小小郭整一顿大的。这一大坨是我专门买的内蒙的牛肉，而且是属于牛吊笼。这是我专门置办的机器，把它切成牛肉卷，直接给小郭，给我们小小郭涮火锅吃。还有这，是我专门安排的齐齐哈尔的烤肉，正宗的啊，从齐齐哈尔给我发过来的，给他做烤肉吃。哎，这也太丰富了，就够不够你吃？够不够我娃吃？够，好香啊，好满足，好有成就感，好有幸福感呀。这边给你烤肉，我先用这个油给你润润锅，这边给你弄火锅。啊，那一会儿全熟了，我吃不过来怎么办？谦虚了吧。七七哈尔烤肉，这叫齐齐哈尔 BBQ。 我最喜欢这个滋滋啦啦的声音了。有没有想起咱们在齐齐哈尔玩的时候吃烤肉的感觉？所以嘛，这出不去，只能在家里过过瘾嘛。我强烈的感觉你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我不饿呀，你娃饿。对，我娃果肉这个小馋鬼啊，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怎么的？我还没吃呢。什么？迫不及待？看给我们小小锅饿的。哇！我看我吃。这好吃的，你表情都已经扭曲了。我操呀！这是我托我小小问的福哈。火锅搞起来，哎呀，太幸福了！在家里面能火锅烤肉一块搞，这是不敢想象的。下肉了啊！哎呀，纯正的内蒙古牛肉啊！哎呀，啥条件呀？你这是嫁到啥家庭了？能这样吃肉？啊？先来吃一块牛肉。我目测你这个牛肉切的有点厚了啊，下次改进啊。没办法，条件太好了，薄牛肉那哪拿得出手啊？香，但就是不好嚼，有点厚。牛真的好好呀，是吧？嗯，我专门为你买的，知道吗？是。
来把毛肚给我拿起来，就这一小盘啊，黑毛肚、白毛肚和这个黄喉丝，这一小盘，刺客呀，典型的刺客呀，花了我34块多，将近35，就这么一丢丢。哎呀，下馆子35都比这要多得多。对，这吃着吃着，我们小郭又开始心疼了，是吧？嗯。调料碗都快拿不过来了，一会儿拿烤肉的，一会儿拿火锅的。我们狗子也吃点内蒙古牛肉，来，来，嗯，好，坐下，坐下啊，好乖，入座，入座，嗯，好吃，就是坐，就是坐，哎，乖乖。你用手喂，我又突然想起来我喂野猪了。我们家狗比野猪可懂事多了，是不是？我被咬不就是因为家里面喂狗老是这样喂吗？对。哎，一会儿再给你们亮一点啊，等一会儿啊。这就是吃的特别美好，又想起一桩伤心事儿。为美好生活干杯！干杯！嗯，不仅仅是美好生活，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二人世界了。对。是吧？对。来来来，再干一个。干杯！再浇一个吧。嗯，哎，好幸福呀，好满足呀。小郭同学现在啊，确实是能吃，我都已经感觉要停战了。他呢，筷子还能冒出来火星子哈。小宝，小宝能吃。啊，对，主要是小宝。